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我们这些朋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跟我们这个阿宏无所不谈，那么第二个单元来我们现场电话台北02-29-777-138，现场台北电话02-29-777-138。那么咱即马现场的吼，来，这个都无什么消息的吼。那么前这个消防署长哦，涉嫌到这个贪污案，因为这个包兄认罪了吼。当然之前啊，咱都有啊有报过啊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。社会吼，这个来，咱来看十二岁哦，这个囡仔偷提钱，遭受到因老爸老母来来拍死哦。这是拍死吼，我看是因为失手了。哦，也无人讲天下父母心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人讲的阵安尼，好搁较白，嘛无将囝拆食如白，这是古早人都拢安尼啊。啊，其实有无？
大家嘛爱家己的囝，你无看？吼、哦，咱咧电视咧看，迄干那一只牛，吼、哦，还是一只鹿啊？为着因出生的囝，安尼无加塞啊，吼、哦，啊伫咧拼斗，啊，你敢想？迄鹿啊的时阵安尼啊，因老母的身躯安尼，成迄个塞啊，吼、哦，成迄个塞。成一只狮公来来来来来，要咬我咬我咬我啦，对不对？杀到去的时阵呢，狮一个力，落我就走，对不对？啊，狮无力，哦，狮停的，啊，落我嘛停的，来来来，落我搁惊我来来来来，要吃吃我，对不对？杀到去，狮搁加力，那力落我搁走。伊的问题是啥呢？伊的问题就是讲惊伊的囝去予狮看到，去予吃去啊！你甲想看卖啊？四大人为着生命，甲这只狮对不对？伫咧拼，为着什么呀？嘛是为迄为着伊个鹿仔囝啊！啊，你甲想，精神啊，都安尼何况个人咧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咧讲吼，无人讲真真正正，囡仔啊要甲拍互死，这无可能个代志。这安怎讲呢？这有可能，当然四大人。古较早的教育太安尼啦，因为较早来国拢嘛民主啊，哎呦，啊你囝，你敢要偷提钱，对不对？啊人讲细汉偷跑偷万步，大汉都偷干牛啊你，啊你即马厝内咧偷，到时厝内偷无，都去外口偷，这是一定的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较早的教育较有这种的，啊即马社会教育无啊啦，啊伊做诶，甲我咧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安尼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也无叫伊去做啊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即马教育变安尼，啊，所以变啊，社会就愈来愈歹。安怎讲？较早遮尔啊严格教育，人讲的时阵安尼啊，吼，你严格，啊，才有好的将来啊。啊，敢若阮迄个囡仔，当时啊。哦、我讲阮个囡仔，伊读书嘛真认真啊。哦，啊我嘛，我真严呢。我也真严。啊，你甲想，伊高中个安尼辛辛苦苦，无，迄国中个呢？国中个时阵安尼，伊本来是会当读，即马是，较早是三中市啊，即马改三中区个。因为即马升格啊，啊，那么阮个囡仔三名内，迄阵啊会当读国字，啊，伊都唔免讲啥，伊个都，伊个证书摕去都，伊都听我去读啊，伊也免考啊，对唔对？啊，要考嘛会使啊，但是伊安怎？伊听消息啦，啊，迄唔知有影无影，我唔知啦。伊讲啥物去读国字啊？爱乐观啊！哦，乐观偌济，咱卖踮咧遮讲啦。啊，伊就是讲啊，阮个囡仔嘛正样想咧。伊是讲啊，读个好学校，啊，着佫爱老爸啊出钱，伊毋甘啊，啊毋甘伊啊，伊老爸啊专门家己去啥？去考迄个。山林堡，迄阵啊是伫个即个什么？当迄什么街啦？都李定波遐啦，东海啦。啊，当迄东海都大家都所知影。学校都人想讲上无好个学校哩咧，啊，结果伊讲去考读迄间，安尼啦。啊，转来讲爸爸，我要读迄间啦。我讲奇怪，啊！你国字唔读，对唔对？啊！我就知影，我风声我就讲，啊！国字你这三名内，你会当去读啊？啊！你哪袂读国字，佫较近？啊！去读个时阵，东海，啊，东海国中，嗯，啊，佫较远呢。伊安怎甲我讲？伊讲爸爸，迄一听伊讲哦，爱乐捐，所以就袂。啊，无爱讲好啦，既然啊，你都
要去读迄间啊，啊，我讲迄间人个批评无好呢，用要紧啊，我好啦，啊，既然你要读，你就认真读就好啊啦，对唔对？啊，结果的时阵啊，人伊认真读，迄个摆学校嘛，迄个好学生，对唔对？啊，啊，认真读，考掉啥？考掉迄阵啊，成功中学，甲成功高中啊。第三志愿的啦，头一个志愿当然是建中咯。第二个志愿是啥物？四大附中嘛。第三就是成功啦，这是大波的。哦，较早拢嘛大波学校就大波学校，查某学校就查某学校，即嘛毋是哦。即嘛啥物男女合班啦、啊，啊，再来附加爱孙那尼啊，啊。啊，未大汉啊，都咧恋爱啦，无就生囝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啊，你该想，哦，安尼讲，叫做较会滋润啦，啊，即马教育就是安尼。所以我咧讲哦，教育是愈来愈差劲啦。啊，伊一个课入去安怎呢？伊转来头一期转来，伊就甲我安尼讲，伊讲爸真奇怪，我讲啊是哪奇怪？啊！大家都很拼，拼了考进来，大家都不读啊啦！啊，你个想看卖啊？啊，这种教育嘞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笑起呢。伊甲我讲了后，啊，即嘛一个分迄落成绩干嘛？我讲哎呦，啊奇怪，啊恁班的哪会红利的遮多？用爸，迄是啥物？你敢知？讲我唔知啦。嗯，啊，大家都你个甲我讲咧，课里边大家拢唔读咧，用爸唔是啦。迄红利的拢是啥物啊？呢，拢是啥物咧？第种，迄种迄落，免费升学迄啦。但迄一个名我都袂记啊。伊个都伫个国中的时阵咧，啊，都讲啊，即个啥物？什么武艺并进，对不对？啊，即嘛哪呢？哇，你这安尼平均册开一关，安尼你这会当去读建中诶，啊，就差几个啊建中诶，吼，啊，你会读会当成功诶，啊，你就差成功诶呢。结果拢对人袂着啦，啥对人袂着？啊，伊就拢正常拢咧读，爱读就读，安尼都也无咧，也无咧拼啊，对不对？无咧拼，当然是咧拼人较差啊。说落去的孙阿娘，安怎呢？第二学期的啦，我一个看成绩，讲有进步哦。即马红利的呐，加足少的呢。勇爸爸无啦，遐拢无搁提起来啦，啊，无搁提因起来啊啦，拢留级啊啦。嗯，啊，你个想，是不是安尼？由此可见呐。啊，安尼比较就好啊！你啊，哦啊，大家都唔免拼，啊，都正常读，嗯，安尼都要读建中，安尼都要读成功诶哦，拜托个，啊，是毋是安尼？结果安那无多，缀袂着，留一年诶啦，留一年啊！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无拢红利诶，你是毋是？拢考拢未通过你？啊，啊，这教育部敢毋知？啊！哦，迄是阿宏即马做节目，我再讲互恁听，讲即个教育的失败咧。啊，干那安尼，教安尼鼓励大家拢卖，咱卖拼就对个啦，是毋是？啊，像即种个教育的时阵啊，提倡即种个教育安尼敢对？是毋是？大家你甲想，啊，无啥，大家时阵啊，拢要去补习，你无补的人为了干那对袂对？啊，无补的人有诶。真敖读有无？有啦，但是即讲少数。人伊个天赋，人有教你，对不对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一般老实讲个，啊那安尼是，那教育人讲个是哪尼啊？是毋是？哦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是那个教安尼，教安尼就大家免耕耘啊嘛，都死搞来收获就好啊嘛。
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爱打拼嘛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常常咧讲教育失败嘛，你讲安尼一套，其实教育阁是一套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阿宏，二十多年，我伫咧做节目，我拢一直批评这种的教育失败。所以咱即马阁回到转来，啊，伊这个四大人来，咱来看伊的内容，我是无看啦，哦，我即马才找这个资料出来，啊，看到底安怎，我才过来分析，吼、哦。那么台中市，吼、哦，小学五年，大部囡仔生肝肝为温。陆续偷摕因老爸老母的钱，那么厝内逼问这个钱，而这个下落啦，伊阁交代袂清楚啦。那么感动伊的这个爸母啊，一气之下，吼、哦，那么杀落去都五百一千呢，吼、哦，哎，孙阿娘杀落去，家因囡仔吼，啊，这个三五烫烫起来。往迄世纪定调吼，啊，那么轮流两个啊，吼、哦，轮流来拍差不多两点钟啦。讲是讲两点钟啦，无可能直直拍两点钟久啦，绝对拍一个休一个，拍一个休一个啦。哪有可能讲直直拍两点钟久？想嘛知影，你一个人要安尼两点钟有法度嘛？无法度咧，对唔对？所以咱看这个报纸咧报，咱爱去甲理解。那么竟然将到囡仔拍个断开去啊！我啊是安奈拍个断开，因为我看伊这种个拍吼无技术。咱较早吼，较早时代人咧拍吼，拢举什么款的干在？举迄个秀水剑嘛。时代人个境界是安怎？拍是秀水剑嘛？咧拍是足疼的啦，要拍迄皮足疼的啦。但是哦，袂拍骨咧，所以伊时代人较早前较早传来，就是讲拍的皮，疼的心的，就是讲秀水也嘛咧拍，无像讲大个骨骨那咧讲了无啦，因为安那讲，即马也有啥物肉大啦，啥物花啊，啊有啥来对唔对？有啥来就讲啊哩，啊人较早咧教育无啦，较早要骨啊，真少呢，对唔对？较早拢啊扫啊扫水啊，迄较早个拢用迄个扫水有无竹啊迄哦，啊落去冲冲迄扫水来扫，吼啊无落啥物啊，无落迄种干网有无？干网迄种扫帚，白白迄种扫帚，啊迄个拍迄种有弹性，迄种无要紧，对唔对？吼啊秀水剑嘛是洗啊苦啊，拍落去皮会要会流血哦，但是拍咧流血。许多人来看老费都唔甘啊啦，对唔对？较早咧教囡仔是拢安尼，所以较早阮都唔捌听讲人囡仔讲死，唔捌啦，唔捌啦，是即马才有，即马现代才有啊，是啊，啊教育失败啊，教袂来啊，对唔对？较早那防那囡仔防怕人诶，许多人围我来就讲，哎呀，你这个囡仔那就不受教。哦，啊，即马听讲啊，许多人叫你安怎，你唔啊，你即个阿西，阿西饲你，啊，无使恁许多人会算安尼啊，互你食，互你穿，互你读书，对唔对？啊，佮甲你教育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遮不受教，哈、啊，你我叫你去从啥，你无爱，人拢讲囡啊，即马唔是啦，即马一个拍囡啊，啊，你什么时代你佮来拍囡啊？我来报来，对唔对？啊，你佮想，啊，你互那安尼两种，互。囡仔听到感想如何呢？那么拄仔我来讲头一种，迄囡仔一个方法，大家讲，哎，我计厝边头尾讲咱囡仔唔对了，对唔对？有影咧？啊，许多人互咱食，互咱穿，互咱用，对唔对？叫咱穿第三咧，是毋是咱不守家？安尼咱唔对咧，啊无大家那讲咱唔对，所以伊就离婚，伊以后会改进，对唔对？第二。啊，囡仔一个拍，啊，即卖什么时代你搁咧拍囡仔？啊，那无我叫警察，我咧叫什么花啊？啊，囡仔讲，你这袂当甲我拍，对不对？学校嘛有教，老师嘛有讲啊，
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教育你甲看两种，咱大家听看卖啊，到底是倒一种较好？啊，就愈来愈大尾啊！是毋是安尼？你看老师也毋敢管，是毋是？啊，即马考袂到，来来，啊，出来老师出来出来，是毋是啊？啊，规个来，退拍，对毋对啦？即马是安尼生，你敢知？啊？伊个孙啊，袂穿袜安尼混落安吊空个，是毋是？啊，刷落去迄国校啊，样啊会飙起安尼。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变甲安尼呢？较早唔敢啦，较早。所以现在即卖校园个问题才多，就是啥物后啥物咧，也是啥物隐私权啦，啥物咧碗糕啦，较早哪有啦？以前如果留一个什么人学校就会问啊，老师就会问啊，这是怎样，这是怎样啊，现在事情了解，哇，赶紧就要怎样，老师要怎样跟家长怎样，两方面还是怎样啊，来辅导，来跟那种，啊，就没事了，现在不是了，什么隐私权啊，好好的，现在，对不对？啊，死到一个爆发了，哇，怎么这么大条？啊，都这样啊，是不是？什么隐私权啊？啊！你囡仔即马你看电脑有色情诶，啊隐私权啊，啊伊就甲你是毋是安尼？伊就密码甲你锁起来，啊你是大人，你就唔知啊，对唔对啦？啊等甲知影已经上万啊啦，贵，对唔对？贵个那稀烂烂啊啦，是毋是？像咧叫什么网络啦，咧甲人交往啦，对唔对？死狗啦出去啊啦，对唔对？查某去又甲人困去啊啦，啊这个死狗在咧讲安怎啦？我你著有隐私权啊！啊，但咱若无迄个隐私权，你个士大人啊，佫叫士大人讲，哎，去甲了解，是免啊了解啦。啊，伊有密码锁条，你是免啊去了解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所以种教育拢是失败啦。你应该伫学习个中间，啊，未成人个中间，士大人都有权利通甲你监督。啊，既然不是表面的给你监督，表面的监督哪有效啦？你要实质有权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在从啥来？来，这档案，你我看麦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有一挂迄条，就随知影讲，哎哎哦啊，你这甲我看迄未使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这几个囡仔在咧看迄，先哎别，对不对？你随个阻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即马唔是啊？即马福家好意的孙阿娘，甲人去外口去乌白来啊！迄阵啊，才知影你已经想万亿啊啦，对唔对啦？所以这教育失败，我咧讲，好来休困，听两首歌，我啉一粒茶，小阵个等啊，嘿，来呀，妈妈，我请。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一直暗藏，心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惦在挂断，最需要是我的。人若知我有女儿，下头又真多，恐惊无比。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坠落地。
经来造成无聊的命运。满面的胭脂水粉，打扮长青春。上舞台表演歌唱，引人泪痕笑纹纹。因为我站在歌坛，靠艺术赚钱滚。无惊来相依为命，落苦无疑论，哪条怨叹无情的郎君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一唱已经早偌冬，亲像来请用女儿，不枉靠别人。孤身亡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全放。因为我站在歌坛，有能力在我担。期待着美丽前程，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女儿的清香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生来放杀，一时目睭来失明，肝也煞来夜颠倒病，红单看作手形，电锁看作亮灯，剃头店当作洗面镜，厨店当作面床顶，王阿婆看作咱两个人的永远的家庭啊！啊，我哪会这么侥幸呢？偏偏违背我，害着我今日为情来拖磨。去年的八月十五夜，小蛇在海边踮在石头下，当天你有酒蛇。你无嫁，我无娶，无疑做兵两年外，你的腹肚煞一日一日大。今日你来误着我，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，无论海水袂干，石头袂烂，你甲看前破后破，火炭撮撮，沙巴鱼的跳过岸，奇奇卡卡，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。变卦，愈想心愈
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，孤单站在大高山的大高岭，有啊看，无啊看，看到父母带过啊囝，人嘛我嘛想要做好囝。啊，人生算来是海海啊啦，目屎的做茶羹，吐水屎的抹饼，马马虎虎啦，国讲嘛无较抓。写了看破，想也无较纸。
后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到四点。依然是由小弟阿宏诚恳，那么甲咱网友观众，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吼。那么咱即阵啊，伫咧讲的就是家庭事。那么这个五岁吼，这个国校五年啦，国校五年。那么这个囡仔吼，常常爱偷提钱。当然啦，是安怎因时代人伊个拍，教应当是偷一个掠着，会甲讲。讲你哪会偷提钱？袂使共偷提钱，偷提钱是见笑事，对不对？安怎，一定拢是安尼。当然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当然啦，你是哪个伫偷提钱？对不对？那么讲到这个偷提钱，即卖教育吼，实在是真差劲。我常常伫个讲，什么囡仔吼，都可以一工都可以偌济啦，可以家己理财啦，拜托个，迄是有钱人毋知呢，无钱人讲遮歹听，都惊你咧买菜都无啥钱啊，要搁囡仔买从啥呀？你爱看庭，看这个家庭，诶，这个状况啦。我甲你讲，阮的囡仔，阮将来唔捌得一工偌济钱互伊。伊有需要，伊会讲。当然，读书爱偌济偌济，这拢一定爱嘛。其他。阮毋捌咧钱，互伊惯势买四小，毋捌。阮头一个大汉呢，即马咧做医生啊，阮嘛毋捌咧钱，讲一工就过伊好伊，阮毋捌。老尾啊，两个查某，阮嘛毋捌。也即马教育，啥物无钱咯，伊再去用偷咯，安怎？拢有只个什么似是而非就对了。我甲你讲，伊若从出世若无讨惯势，伊就袂去甲你讨啦。伊若出世无食惯势，伊就袂定来去乌白食啦。这是看你出世你的养成啦。啥物咧无钱，就会去用偷摕。这似是而非的理论是唔对的。像像我，自细汉啊，我嘛虽然讲我细汉有甲老爸讨钱，我迄阵拢讨一角。当然唔是讲逐工咧讨一角，嘿哦，逐工咧讨一角，真正你着互拍。有时啊。那感觉甲迄落个用阿罗来讨，啊那安尼，阮也袂去偷，对唔对啦？阮的时代人嘛真严呢，迄日本精神的呢。所以你本身就是安那，要是我从细汉啊。我都唔捌咧食四小，惯势啊！唔相信？你若讲定定有即个习惯的，即个食四小啦，甚至你甲看新闻拢有出啊，对唔对？什么咧？什么咧？消费啊，有无？啊，消费一个迄落啦，尔啊，刷卡趣味啊，啊，习惯啊，对唔对？啊嘛出问题啊！啊，有诶卡拢爱几啊张啊，啊，几啊张要创啥？我想袂晓诶。
对不对？有人刷卡一张都真好啊，是要过来张卡是要从啥啊？啊，即卖啥物呢？过来张卡都炫耀啊！哦，我安怎话迄落？操，这种的教育安尼敢对？啊？啊，后什么的白金卡啦，什么什么卡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个炫耀，从这种社会这种的教育啊，啊，你莫怪啊，大家拢会去，啊，去炫耀啊，从这嘛，囡仔嘛是同款啊，哦，你啊看，伊这媒体啊，什么不，什么的，这垄断啊。讲只读学生囡仔，伊阿咧唔阿咧创啥呀？对唔对？伊嘛要伊嘛去要去穿嘛？对唔对呢？啊，伊嘛要去曝光啊！啊，像这种诶教育，你敢对？迄我无赞同。唔是媒体伊安尼垄断就会迄款诶？你家己本身就讲只错，你家己无智慧嘛？对不对？人家报安尼，你就要听安尼，当然你无智慧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有讲过啊，即马报纸迄，对不对？那亲哪伊就伊就报哪好啊，亲热个就报热个好啊。啊，报纸都一报，大家唔知啊嘛，大家嘛分甲真清楚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难道你的时阵呢？你有法度用垄断吗？戆的人唔再去用垄断去，对不对啦？讲遐错个，你都伊，啊伊都报纸，你卖买伊报纸嘛，你买别人个报纸嘛，伊要垄断啥物货嘛？伊个节目你都卖甲看嘛，看别人个节目嘛，啊是要垄断啥物货嘛？是毋是安尼？你无智慧嘛？是毋是安尼？啊你若安尼都互洗脑去，安尼你即个人哪有啥物路用嘛？对毋对呢？啊我定下嘛咧讲啊。啊，人啊讲安尼，啊，你就对安尼，石头狗啊，人咧发肥哦，你就肥哦；人啊发浪，你就浪啊。啊，但到底是咧弄啥嘿啊？你敢知？你家己嘛唔知啊，对唔对咧？啊，那安尼，你迄种行动安尼，你家己检讨看卖啊，是唔是安尼？好来，咱继续。那么两个翁仔某，将到即个囡仔，甲拍甲断开啊。对不对？法官裁定将这对情绪失控的这个父母该受压，我来讲，这受压，在我来讲，这唔对。有诶，外派都会当交保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甲想，这是伊的囝呢？伊，我甲你讲，伊若拍死，绝对足反悔啦，知影无？伊绝对家己。苛责了，家己讲，哎呦，我哪会安尼一时的时阵安尼啊，啊，这么啊无注意的时阵安尼啊，对唔，气甲的时阵啊，将着囡仔拍拍死，伊事后绝对会后悔啦。我跟你讲，伊家己苛责嘞，这心内伊家己咧责备，凭你甲苦啊，还佫较迄款的，你敢知？你都爱安怎？这个法官你都爱甲讲，啊，你有承认你唔对无？对唔对？哦，啊，因囡仔虽然讲伊较歹，对毋对？偷提钱，你虽然甲处罚，你袂使甲处罚遐重。你讲了错，你做法官的人，你讲了错，你爱安尼讲毋才对咧。哦，啊，你讲啊，我都毋对，好啦，啊，就死啊，无你赶紧囡仔看是安怎，你爱甲处理啊，是毋是？啊，你要甲收埋，要甲创啥？这拢个是大人个，对毋对啦？你爱去甲主张嘛？啊，你即马甲屈下起来啊！啊，迄个代志啥物甲处理？煞变成安怎？变成伊若厝诶若无人，着要变社会才甲来舞即套诶。啊，你想啊，对毋对啦？你应该互因爸母伊家己去讲，着家己去处理啊。啊，看伊安怎处理？你法官，你目睭金明，看伊安怎处理即个囝，着知影讲即个爸母是毋是故意诶？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迄阵啊来则按照迄落来。来个定罪嘛，是毋是安尼先？要是我就是安尼先啊。无人一个士大人个，从那拍死囝，佮安怎迄落啦？哦，啊，你若安尼先，你都有迄个理由，有迄个证据嘛？你个哭啊，是要从啥样啦？对毋对啦？啊，伊事后伊囝死啊，伊要安怎处理？上面个处理，对毋对啦？上面个处理，
这个讲啊，这个法官，这个对不对了？这个法官老实讲，这嘛不敌的法官呢，啊，不敌的法官才安尼处理呢。要我处理，我也是敢问阿你安怎？哦，阿你有后悔啊？我无唔对，啊，这是失主意的。啊，阿迄个你的孙啊，和你交保。哦，阿你看是安怎？你这个囡仔看安怎处理？你处理又好，是唔是安尼？啊，你法官目睭紧紧甲看看伊安怎处理嘛？就知影这个徐大人到底是唔是讲有意的、恶意的什么货啊？对唔对？你安尼就了解了嘛？对唔对啦？你所以你会当做个法官，是唔是安尼？所以说呢，啊，将到囡仔吼，这个甲烫光光吼，这在我来讲，这是较唔对啦。这是烫光光唔对，哦，烫较早古早就是安尼，哦，吊起来拍，啊，我阿红较早因为捌红吊起来拍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乖乖。真正啦，讲互拍就乖乖啊！是怎啊讲安那，咱就安怎？乖乖啊，真正。啊，你若阁袂乖哦，啊，迄种个无效啊啦，迄种个囡仔老实讲无效啊啦，就是即马咧教育个啦，讲阁唔听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阁烦个，即种个无效，才阁咧原谅伊。我是感觉即种个法律，即种个社会，我感觉真奇怪。那么，鉴定长相严。发觉讲十二岁的这个感动，全身躯拢伤痕累累啦，哦，那么身上啊加骨伤啦，哦，加的孙阿娘已经都肩掰啦，哦，伊的孙阿娘算讲肩劈的啦，哦，骨伤拢有，身上骨伤拢有啦，那么主要集中伫个脚趾片啊加大腿的啦，那么需要爱解剖，啊来厘清。就这个死因啊，哦，因讲伊拍的部位，唔是讲要害啦，哦，即马看起来，伊那是讲唔是要害啦，所以爱破开到底是安怎，爱解剖啊，哦，到底是安怎死的，哦。那么，伊如果感动伊的这爸母表示啦。讲因囝的阵啊，偷十几万啊！哇，一个国校的囡仔偷十几万，啊，那这若事实真正，换阵乎你的囝，你若无钱的话啦，哦，有钱的咱卖讲啦，有钱的讲叫做十几万，那有啥物？迄报纸就报啊，迄一工乎伊的阵啊，落地啊，拢几万块，你甲想看，有迄有钱的人哪有咧款的？啊，十几万呢？啊，无钱的人十几万，你甲看，是毋是？你咪爱去了解，但是查访。知影讲感动无异常的这个花费啦，是毋是讲确确实实是偷走遮尔啊侪钱？哦，或者是讲另外有用途啦，那么拢爱搁进一步啊，伊的这个了解啦。哦，那么感动在作文铺上写甲妈妈，真形容伊一受气就敢那什么啊，直接算讲腰真久的这个这个腮啦，吼、哦、大发雷霆啦，吼、哦！我甲你讲啦，亲像这种的吼，老实讲的，这教育拢失败的。我即马时间已经到，无我来讲互恁听，讲到底什么叫做教育啦？好啦，到这啦吼，啊，咱有问题免客气，利用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。台北电话0229777138哇。哦，啊，拄啊呢，啊，啊，切了拢无好势安尼，乌暗暗安尼。好嘞，无咱到遮吼，啊，就结束啦吼，歹势啊拢。啊，无人相安尼，乌密嘛呢？好啦，再见，拜拜。
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